上古时期，太昊率族人祭祀蒙山之龟，并视为图腾，顶礼膜拜。后人立颛臾方国，颛臾二字经祭祀形态演变成邑。祭祀指西周初，周成王封颛臾王，专祭蒙山及祖先太昊氏。战国末年，各诸侯国纷争兼并，继秦灭东周后，楚国趁机灭鲁。颛臾国作为鲁国的附庸国，楚军兵临城下，颛臾危矣。大王回来了，龚将军。大王，任将军。大王，太守还。夫君。夫人。父亲。瑶儿。各位乡民，久等了。谢谢，谢谢大王。大王，传报大王，周王驾崩，秦如洛邑已战王京，九鼎不知所踪。颛臾受周成王分封，世袭守蒙山祭祀，祈福万民苍生，吾辈恩谢周天子护佑。
四跪十二拜大礼。剑士是何人？在下阳谷江湖人士，受雇请专御王走一趟。不明之事，何故前往？若活着前往，若齐头前往。专御王，恕阳谷冒犯。分明来犯，何故延请？撤下城防，给他一条生路。夫人只是昨夜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夫君，刺客可否出城？据二位将军回报，并未出城。夫君可想好对应之策？逼则反兵，走则检视，紧随勿迫，废其气力，消其斗志，再而后勤，兵不血刃，须有福光。夫君说的可是欲擒故纵？正是。他们可是来杀你的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行刺背后一定有阴谋，你若有事，何人成死？夫君，养儿乃女辈，臣妾未能再为你孕育子嗣。如今周朝亡国，天下无主，我专于将陷入无主之境。夫人莫要再谈妾室之事。难道大王要禅让不成？大王，有人来呈报军情。大王，楚军伐鲁取徐州，直逼我专营。传，殿前议事。是。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处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处。楚军灭鲁，迁鲁军于莒，鲁国绝嗣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楚国伐我专营，应在绝嗣。我专于虽无兵士，无车乘，但受周天子之命，守蒙山祭祀，
赵国和齐国尚有余力，不妨同时向赵国和齐国请求援兵。 上党一役，赵国已是人人自危。天丹覆国后，齐国元气大伤，楚军两战不敌秦军，为挽回颜面，此次伐鲁灭我颛臾势在必得，靠齐赵两国救援，恐难实现。二位将军，身为先王车左车右，岂不知天下之局？大王，若不求援。 追于危矣。传令。 是。传九女，弃官撤回。是。大王，秋季将近，恐怕今年难以收到纣王祭祀啊。秋季，如其不误，齐赵救援之事，无需在意。 乡民们，楚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，请各位乡民早做准备，尽快离开颛臾。只要你们离开颛臾城，楚军定不会伤害你们。都走吧。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留下来跟大王一起守城。大王，让我们留下来吧。我们不走，我们要留下来帮着秋季。对，我们走。乡民们，若楚军行仁义，善待子民，你们再回来就是。 夫人，臣妾愧对方氏祖先，请夫君纳妾生子，传宗接代。我与夫人死生契阔，与子成月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夫人莫要再提及妾室之事。现有刺客行刺，再有楚军大兵压境，若有差池，我不能因儿女私情断绝颛臾一脉。若夫君不肯，臣妾。 无言尽夫家宗庙，夫人这又是何苦啊？容我三思。夫君行仁义为妻之道，难道夫君要自毁颛臾千年祭祀不成？若齐国发兵，楚军兴许忌惮，不伐我颛臾，我颛臾之危岂不迎刃而解？若齐国派兵与楚军交战，定会生灵涂炭。夫君世代忠于周天子。 若祭祀毁于夫君之手，何种之有？啊！ 孟羽，你为何在此？大王恕罪，正是小女。夫人，让大王与小女乃是处子之身，若大王不嫌弃小女出身卑微，
愿为大王孕育子嗣。夫人。夫君，这是又要上山采药。啊，有乡民隐疾未除，我上山采药，让他们带着。生得子嗣，你便是封家有功之人。姐姐，妹妹随姐姐入嫁大王，只想一生一世服侍姐姐，得姐姐信任，不敢与姐姐争宠，请姐姐。姐姐信你。姐姐。风叔小事才多有打扰先生，请先生见谅。谢谢大王。保重我大王！保重我大王！乡民们，蒙山脚下有一块宝地，你们就在那里安家生活。都走吧。是是大王。是是大王。保重我大王！保重我大王！保重我大王！大王！报告大王，前往天元关的信使在途中被杀。把他抬走。是。刺客诡谲出没，暗下杀手，恐与楚军来伐有关。大王，这刺客不依不饶，不能再置之不理了。是啊，大王，那刺客背后定有阴谋，我看
还是去齐国请援兵吧。刺客截杀前往齐国的信使，不排除他们惧怕齐国。若放弃求援齐国，等同放弃一线生机。也可，为防不测，龚将军亲自去齐国请兵救援。是，由劳夫人写一封书信与齐王，大家依计划行事。 剑士为何不走生门，如此不依不饶？专诸刺王僚，药离刺庆忌的背后，都有雄图霸业。剑士若杀我能成就雄图霸业，封术校愿成全剑士。可惜杀了我，剑士也未必能保周全。 剑士若不再纠缠，便可自行离去。望剑士三思。剑士已欠我家大王两条性命，难道你宁愿死于小人行径，也不愿与君子为伍？杨国受雇于人，多有冒犯。剑士请起。 纪鬼为了讨好楚军，雇人杀我献媚。若不揭穿他，此事永无宁日。不可，纪氏几代人图谋我专一国，先王之死一定和纪鬼有关。你若贸然前去，岂不送死？若不解决此事，纪鬼还会再派杀手。不是所有杀手都会放过我。多此一举，势在必行。不如从长。罪不我允。如若失算。 我自有良策，何计之有？逆行其事，暂不可言。宫将军，在，随我一同出城。是。夫人。大王。夫人。是。 宫将军，路上小心。若齐王发兵，速回转移。是，夫人。告辞。任将军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大王仁慈，你随大王前往飞国，若事有突变，任将军可自行决断。老臣明白了，夫人交代，铭记在心。告辞。 这是大王给九个姐妹的口信，一定要亲手送到他们手中。是，夫人。。 事情可否顺利？并不顺利。准玉王，凤属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纪将军，
冯叔小都有得罪，不请自来，专员王有何贵干？此次前来是想化解刺客一事。看来你一直小，你世代觊觎我专于国，此乃不公之理。季将军明取不成，便是暗策。但我小国自古祭祀蒙山，并无争权夺位之意。季将军，何必苦苦相逼？ 夫人，大王有消息吗？夫人，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快马再探。是。既然季将军一心想得我专于，若与我复州尽忠，冯叔小愿现场城池。季将军，意下如何？你既能献出专于，又何故非我不成？ 既是先祖，乃鲁国重臣，鲁国乃周公封地，我专于得成王所封，专祀蒙山。你我同为周天子分封子民，周礼天下，君君臣臣。季将军，意下如何？<笑>好一个君君臣臣，我知道你膝下无子，你献城等同放弃蒙山祭祀，难道你是擅让不成？季将军有一子嗣。 听闻溺爱有加，若与小女联姻，我虽有一子，但体弱多病，常年卧床不起。罢了罢了，这些等楚君来了再说。委记专员王在此等候几日。来人，待专员王安歇，好好照顾。 将军先行一步，我去救专员王。切莫盲目，小心有诈。
夫人，大王身在何处？大王被祭鬼扣押了，请夫人恕罪。这是祭鬼的公子，请夫人定夺。走。是。 全城不见公子，没用的东西。若公子乃我手下所虏，定保公子安然无恙。好，我就放你回去。 专运王已出城，严密监视齐国动态。若有生变，及时向楚军汇报。是。小人不明，将军为何放走专运王？若囚禁杀了专运王，难赢楚军信任；放了专运王，我儿身患隐疾，在专运国如有不测，他专运王自然亏理失德。若楚军来伐， 我可有道法旨。为何不以专御王交换公子呢？专御王仁德，他定不会伤害我儿。若杀了专御王，我儿性命休矣。将军肯定公子乃专御国所虏。只要放走专御王，是是非非，非专御王不可。 快！大王，您没事吧？可是祭鬼之子，正是。他一直昏迷不醒，突然就如此这般。不好，去九城催死。
奉从上下者，先刺其下，以遏之；后刺其上，以托之。痛从下上者，先刺其上，以遏之；后刺其下，以托之。姬公子隐疾可治，明日我要上山去寻药，为公子医治。祭鬼不仁不义，害死父王，你像是忘了。妇人之见，我们攻其不备，夺人所爱，本非君子所为。姬公子隐疾在身，岂有见死不救之理？父王之死，真相不明，切不可妄下定论。你总是宽厚待人，祭鬼居心叵测，如若不然，后果已于湖底。感谢夫人深谋远虑。臣妾若能为大王生得子嗣，才算是真的解忧。夫人，大王早些歇息。事无常贵，事无常失，圣人无常语，无不无所听，无不听。天下分合，一为名分时合，二为名合时分。圣人知时时事，因而治事；奸贼逆时生事，因而乱世。风书笑。恩谢鬼谷先生指点。多谢大王救命之恩。快躺下休息。祭鬼放你回来，却迟迟不理会儿子，实难揣摩。糊涂不识子，祭鬼居心实属难料。他世代垂涎我专于国，首次有孔丘劝退，后被逐出鲁国，另立废国。
又想取我专羽，幸得夫人家国镇守，才一直相安。此次借专羽之位，难以。不知此次，王兄可否再救我专羽？齐国已自身难保，工匠军恐空手而归。父亲是否早已料到？ 故不作徒劳之策。夫人既知我，又为何坚持去齐国求救？生死攸关，以坐而待死者乎？事无常贵，事无常事，圣人无常语。吾不语，吾所听，吾不听。 大王会杀死我吗？我既要杀你，为何救你？救活我可跟我父亲周旋。如果我死了，父亲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小小年纪便是大局，大王何时放我回去？公子隐疾多年，并非短短几日可痊愈。若想根除，待些时日；待根除之时，绝不挽留。大王真不会杀我？死不及赦。 报，大王，来。费国投楚，姬鬼率领楚军，正在往我专羽国赶来。九女愿与天元观共存亡，九女让大王带众臣尽快前往齐国。 天元关乃我专羽屏障，关可丢，九女不能上。大王，您不能去。老臣欲亲往天元关，劝唤九女。九女心意已决，唯我能劝。专羽城不可一日无主。大王，老臣就算拼尽全力，也要把九女带回来。任将军刘步，带上城里所有兵士。 以防万一，定保九女周全。老臣明白。大王，夫人。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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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何昭，三不决意，不知不觉，九死一生了。太史桓，你尽快出城吧。太史桓专职祭祀，绝不出城。 大王，祭鬼率领楚军正在攻打天元关。回去吧，天元关已经被楚军攻下，齐王吩咐，若庄于王带家眷来齐国。 九妹，任将军，八位姐姐现在如何？大王，我们被楚军包围了，八位公主让老臣把九妹带回来，他们全部被俘。 大王，老臣对不住大王，无颜再见先王。任将军，天下无道，错不在你。 专一王，我受楚军之命入城议事，有话便讲。专一王秉持周礼，难道如此带薄来使啊？再者，我来接我儿了。大王，让我下去杀了他。开城门。 可有战书？无战书。可伐师有名，无名。既无战书，亦无名，何以伐之？周朝亡国，天下邦国纷争。专于王虽如崇礼，然不懂及大成识时务。我专于国，乃社稷之城，自称王受封，然为王土，专祭王山，祭天，为民祈福。周朝虽亡，社稷永恒。岂有不济之力？岂有来伐之力？ 岂有忤逆不忠之理？楚国盛产黄金，楚王特有交代，善罚专于。
请专于王不要为难楚军将士，只要相处绝嗣，楚军不会伤害城中一草一木。我辈受命周天子，只听命于周天子。夫人，我以后还能再来吗？能，公子随时可以来。 你穿的是我的衣服，我回去见到父王定会还你，送你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你父亲。妹妹，公子的药，这里还有一些药材，回去记得再服几日。嗯，走。 主王特赦已经专于王进藏离开，若楚将来送，唯恐不送黄金。专于王的八个姐姐还在楚军大营，请专于王三思，明日楚军进城。少不少？高森，父亲，你能走路了？是专于王治好了我。公子印记已经基本痊愈。 太守桓，臣在。将城内所有重要建筑掩埋，通知剩下的人，都走吧。是。 公将军一直杳无音信，怕是这回齐国不会再救颛臾了。任将军。 请护送夫人和小女，今夜出城赶往齐国。大王，老臣还是留下吧。我专于王好，受成王所封，没有周天子令，我绝不离开专于城。你们同去齐国，有夫人出面，齐王不会不管。大王。 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九妹已死，姬鬼说八个姐姐已身在楚军大营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大王，不如让老臣彻夜连城楚营，一探究竟。真假难辨，任将军不可。 大王，将军，许护更能掩人耳目，让我去吧。许护。
秦九鼎，意在灭其精神。鲁虽亡国，但专于附庸辱国。只有灭其祭祀，毁其宗庙，才能让其。 彻底灭亡！祭鬼，专一王肯定会放其女出城，捉拿他们，离专一王行处。是将军。 父亲不能放弃我们封家的社稷之责，此次前去要听母亲和姨娘的话。嗯，大王。 请照顾好瑶儿，日后你们多多关照，多多保重。任将军，大王，这把剑乃成王赠与祖上，请任将军。 收下了，大王不可，不可！大王，老臣一定会保护好夫人和公主，您放心吧。任将军，在，出城，是。
任将军，瑶儿就拜托给将军和妹妹了。娘。我不能让她一个人面对。瑶儿。随姨娘和任将军先走。娘，我也要留下来。任将军，妹妹，走吧。姐姐，我对不住你。大王他。他没有碰过我，那初雪怎么回事？那是大王，大王他胳膊手指。夫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吾与夫君此生契阔，与子成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夫人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夫君，要死就死在一起。Thank you.
林将军。任贤，任贤，任贤！关羽王，熊瑞有礼了。冯叔孝有礼。东周已灭，鲁国已亡，你独守颛臾又有何意？我久闻你忠义，只要你投降，我可以放尔等一条生路。我世代守蒙山祭祀，武王伐纣，建立西周，得成王所封，祭祀先祖。如今东周已灭，你们赶走鲁王，封君于莒，世事经变，蒙山祭祀，祈福苍生，风调雨顺，此乃千年传承，本意如此，我为何要走？哼，若不是王孙满、庄王问鼎中原，早已取代东周，怎会让秦捷足先登，先走九鼎？周成王假汝固鼎，相国700年，今日东周亡国乃是天命。你颛臾虽受封祭祀，难道你还能改天换命不成？蒙山祭祀乃自太昊传下商周至此，国君未能决祀，汝等何理？楚国乃子爵受封，秦灭东周，本该合纵伐秦，汝等却趁机乱周伐鲁，犯上作乱。熊将军还言之凿凿，岂不忤逆犯上？我楚先祖日熊，汝周天子伐纣，是周天子忘恩负义。闻封子爵小弟50里，上古中原本有我楚一片天地，周天子不但不分封，还想灭我楚人。周昭王伐楚遭天谴，灭于汉水乃是天意。纯耳蛮金，大邦为仇。昭王伐楚，乃楚子金毛不顾，楚子传人恶之，以交周晋。昭王惧末，我颛臾王号受成王所封，无周天子令，誓守蒙山不绝嗣。颛臾王，你想让他们身首异处吗？只要你答应降楚，我可以还罢你全尸。大王，小心有诈。颛臾王，请验收罢女首级。熊瑞要取你首级，我若放走你，他定会杀我父子，带上我儿，赶快离开。
我辈誓守蒙山，祭祀太昊先祖，祈风调雨顺，造万民生生不息。方，太师还。臣在。带夫人和纪公子走。大王，让老臣留下吧。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成王分封以礼，我应尽职以忠。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今年大祭未完，我若苟且，愧对先祖，愧对周天子分封。本王必须留下。你们快走。龚将军，走吧。是。太史桓，臣在。你乃专于祭祀官，请好好扶持纪公子，勿忘先祖。太史桓，定不辜负大王期望。我随夫君完成今年秋季。雷王，只要你答应降楚绝嗣，我就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夫君，一定要救救姚儿，他是我们唯一的骨肉。大王，夫人，蒙玉没能保护好姚儿，对不住大王和夫人。父亲，救我！瑶儿，父亲不能救你。景维，你若不想死，就证明给我看。父亲至死，正是祭鬼派人暗杀，现实情相告，以死赔罪。杀！父亲，答应他们吧，父亲。我专一受周天子分封为王，无周天子令，我不能。
杀！君既知忠义，何不与我一同行周天子令，完成秋季，为民祈福？社稷之祀，纠长吉礼。